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韵伦哦。那今天这次讲的歌是《Easy Romance》。那实际上这首歌是不存在于世界上的哦，就是它这首歌的真名是《Romance》。那我等一下把一些连接附在下面，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原本的版本。那这个版本简化的非常的多，所以就算你是一个初学者，完全没有学过吉他的人，基本上也是可以弹。那它可以就是增强你的右手的一些拨弦的基本认知，以及你可以认识琴格上的点，这是这个版本的意义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做吧。那第一步要先认识你的右手，右手就跟左手按和弦的道理是一样的，要这个姿势，然后稍微分开一点点。就等一下，你在拨弦的时候是这样子拨，然后这个是食指是一，中指是二，无名指是三，小指是四，但是很少用，所以基本上是一二三，然后大拇指是 T，放，好，然后这个姿势维持好了以后，松开一点点，小指没有，三根指头放在下面三条弦上，一人一条，然后大拇指要负责管上三条，所以到时候看情况移动。不过在这首歌也只弹最粗的弦。然后再努力食指一，你在拨弦的时候要记得它是这样子抠进来的感觉，所以不要把你的食指伸直，不要把手指伸直，它会变成这样，这样手指会没有力。然后就这样子。你在练习食指的时候，下面两指如果你可以的话呢，就放在弦上，会让你的手比较稳定。练完之后动中指，那练中指的时候食指就离开，然后最后是两指交替，然后无名指是单独一个。如果你都可以了，就顺着往下拨，T T T，这是右手最基本的认知。那除非必要，否则这三指通常不会上来，所以基本上是在下面。接下来你会看到谱上写的 T 跟3同时弹，所以这个是 T 跟3一起弹，然后再来是2，然后是1，然后后面那一组呢是3 2 1，单纯的3 2 1，所以就3 2 1，然后还有一组3 2 1，所以加起来你会得到，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那个数字下面有线，上面有一个三的记号，那个东西叫三连音，所以你在算拍子的时候要想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。关于三连音这个部分，可以去参考我上回那一章的解释，然后会是一个比较能理解那是什么玩意儿。好，总而言之，弹起来是这样一二三二二三三二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谱。那谱上所写的数字是格子，第几格的意思。零代表空弦，那你像什么五啊、七啊、九啊，就是第五格、第七格、第九格。那上面有六条线，那代表了吉他的六条线，从粗到细，也是这样。那你看到的第一个呢，是零跟七在同一，应该是在一个直线上哦，所以这样就代表零跟七要同时弹，也就是我们刚才练右手那个 T 跟三。然后接下来你看到了零跟零，它们是分开来的，所以很自然就是二。所以再看一次，零跟七，然后下一个零，再下一个零，然后这样第一组就完成了。第二组的话，你会看到只有单独一个七，所以没有那个大拇指了，所以当然就是我们的第二个。第三组也一样，啊，所以你全部加起来你会得到。第一节结束，那你在看第二节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七五三，所以很自然的就是一根指头七五三。那基本上左手你要用哪一根指头去按，那都无所谓，因为它就是就一条弦嘛，就一格嘛，随便你。好，那我先用食指。
基本上这个谱就是这样子看，非常的简单，也不难，从头到尾就是一指神功。好，那再来是你要认识你自己的琴，你的琴上面会有点，看不看得到啊？白点，正面也有，但正面的点比较小。分别代表3、5、7、9跟12，基本上大部分的琴都有这样的设计。那你用这些点就比较能够去判断你的手指到底要摆在哪里，可以移动的比较快。OK， 所以这首歌主要是拿来练习，除了这个右手的拨弦之外，还有认识你自己的琴，有这么一个用处。好了，最后讲一下弹奏上的一些要点。这首歌的要点就是你的声音不要断掉，所以不要弹成这样。右手弹完不要摸回来，对不起，我通常不这样弹，因为这样弹就是错了嘛，所以你会听到他的声音非常的奇怪。再来是右手不要摸回来，当然大拇指也不要挡住，很奇怪。好，这是两个要点，右手不要挡住弦，左手要按紧，尽量按紧，不要随便离开你的弦。最后一点，当你整个歌曲弹得很熟练以后，你可以加入你自己喜欢的力度练习。当然这首歌你要弹得非常的熟，它可以是这个样子。整个对音乐上的一些情感上的认知，是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入门的曲子，希望这个详解呢对你有所帮助，谢谢。